生活中有很多烦恼，比如说我这个月钱又花完了，怎么每个月钱都不够花、啊？对，或者是常常会觉得说，哦，我上班好久，我好想放假，好想出国玩。对。但是今天这一集，我怕你们会气到冰的，因为呢，有一些人他们烦恼是，啊、哦，我长那么漂亮，我真的好困扰哦。不下去了，每天都被这个问题烧了，每天都被搭讪，好累，好痛啊！今天这边呢，坐的有一点点位置怪怪的，你们有发现吗？对，还有点突兀，有点突兀，对不对？上面这排舒服，所以下面这排，所以跟美女有一点点不舒服，有一点暗，怎么好像有杂讯？你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暗好？这位同学，你的位置在那里？小时，快点回来，快点回来！不要偷渡，不是在聊美女。你看一下自己的名牌，看一下自己的名牌。对，仙界区。你会念这两个字吗？凡人区。这里不是这里吗？对，人家是仙界区。你再不过来变成犯人区了。可是我觉得小薛，你回味成他拖鞋，你是不是不良小偷？对，所以今天大家呢可以清楚看到我们这边就是仙界，有看到这边都飘着一些雾吗？哎，颜值担当哎，真的，而且因为我们平常新住民都有八位，但是。真的选不出来，所以今天就六位，颜值担当就这六位。啊，就是今天是要讲仙界，那为什么要找小优跟 B 哥来？我本来以为是要羞辱他们之类的，但没有看到，我看到这样画面，画面是和谐的，对，画面是和谐的，我了解的。很少一开路就生气的，真的。所以我想先问一下这边的凡人，你们会觉得？就是不开心，自己为什么住在这边吗？哦，那当然了，不开心。对呀，小诗先讲，小诗先讲。我一接到通告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流水哥没你，哎，对了，找我。对，所以没有，你要坐在对面。我觉得会不会是你太亲民了？是吗？对不对？因为我觉得仙女都要有一种。仙气就有点冰山，对不对？对，不好接近的，不太一样。所以我不能这样，我要这样讲话是吗？哦，好好好，可以。哎，你还是算是一样，你还是你可能会坐在后面，这样观众也会变差。如果你这样的话，你连通告也没有。可是我坐这边都是好看呐。对啊，我也觉得真的蛮帅的。我们这边比较顺耶。对，我觉得每次都要委屈。良心说，你觉得田中比较帅还是马格斯比较帅？难得，我是问小诗，所以每个人眼光不一样啊，所以还要问吗？不是，今天哥哥穿得很帅哦。对，他今天穿燕尾服，哎，真的，对，哎呦。来化妆，真的，你不要说人家，你今天也穿得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我还特地去买这纱裙。你第二个来化妆吗？我第二个。他们有叫你早一点来化，因为化比较久。而且他是化妆，好伤，两个小时，好伤，真的化妆上两次。我们要讲，帮忙讲话。是凡人，所以是六位凡人啦。然后我是属于这边的，对对对。为什么？我们今天来宾也有特别挑选过。可以不要混为一谈吗？我们是对面的，坐不下坐这边的好吗？没有吗？我第一次接到一个通告，然后再等蕊通告等多久，你知道吗？后来说不用，你就坐在有你坐在另外一区，你不用蕊。我说哦，这都是他们的故事。可是你知道我还有话要讲，虽然看这样子看起来就好好看漂亮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他们的年龄跟脸就差很多，哪会啊？看起来就三十几
岁啊？那么你看，先见的看起来比较老，对，是不是？先老来等他们，先老，然后就一直老下去。哦，可是我是要忙小时讲话，可是你这样子讲的，我现在还在考虑中，因为我本来就觉得说。你应该是坐这边的才对，因为你的脸的比例非常好。你讲的对了。哎，小师不用，没关系啦，没关系。我们那段不会剪掉。对，没关系。真的，我觉得如果消失在西方的话，他一定是最吃香的，因为一来他的脸的比例非常好看，啊，再来他头发很多，我觉得西方人头发很多，这是一个夸奖吗？觉得很性感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，我是觉得说，如果是在西方的话，反而是我比较不吃香，因为这种长得，你们说像不是？没有，等一下，你等我讲。因为像是我这种长，你们说像洋娃娃的那种长相，大家就看着就说哦，好像很无聊，没什么内容，就好像不聪明，或是就根本没有什么头脑。对，你讲的对了，学生小智，等一下，小智长得很聪明吗？真的，我准备好了，来。我们这个位置不能一直乱动，说坐好就是坐好，好不好？而且你没有看发现，哎，他有一点点生气，但他讲完说：“小师你怎么这样说？”但他都是很客气。如果是小师的话，他就说：“你干嘛这样说？”今天我觉得还蛮开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通常我坐对面的时候是跟其他的新住民是同一排吧？对，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看美女的。可是今天是看清楚，所以还蛮开心。好，那我想问你，前面三位美女，你觉得哪一个是你的菜？哎，对不起，我的菜是珊珊。珊珊？为什么？所以很可惜今天珊珊不在啊。所以你只中意珊珊，其他三位你就是不要。你口味要？当然要，怎么可能不要？你选一个，哪一个你觉得是你最喜欢的？那个感觉啊，长相啊，可以，但没有要带回家。我是选老婆啊，我选安娜。为什么？因为看起来是那个哪个？好害羞。那个怎么讲？就是年轻的感觉，娃娃的感觉。所以你觉得三个看起来最年轻的是安娜？看着，哇塞，这很伤人。应该是贝娜吧。对啊，应该是贝纳最。我觉得贝纳看起来年纪超小的，哎，贝纳感觉就是那种很，好像才16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应该是贝纳，我太年轻。可是我猜他27、28，为什么27很久？我猜他大概22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吧，20岁，20岁，对啊，看起来就很年轻啊。很可爱，贝纳很可爱，可是你要发现，我感觉到，因为这边全部都是西方人，但混杂着一个日本人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对，这个是本来是都是男生，是那个西方的 model 这样子的，可是今天来才知道有日本人。如果要用日本人的话，我的就好吧。你被打挂了。先凑人。田中，二十席而已吧。田中，你可以过来一下吗？你可以站到小林旁边吗？让我们看看到底是谁比较帅。对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到底天蝎跟凡看看差多少。哦，田中先来。陈奕迅啊，对，所以大家坐在这边不要再不服气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刚才全部里面哈尼最安静，所以你是想要有一种觉得没有，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漂亮很帅，在亚洲的话，但是疑问是真的他们回国的时候也是在本地一样漂亮帅吗？对，我就疑问，但是我就觉得哦，小林还是一样帅，大家现在就攻击小林，小林因为你看。因为他是现在不是日本的之光，他是亚洲之光，对，因为只有一个亚洲了。你真是亚洲之光，你是自己去亚洲之光，对啊，小兰没有，小兰没有是我爱你，小兰没有，小兰没有吧？因为我去日本的时候，路上看到是都是就都像我这一群，就是这种人哈。很难得有这种，对，哎，真的这款真的很优秀，哎，对，而且我觉得，因为帅哥美女，他们穿什么都好好看。对，你看小林那件花衬衫，给毕哥穿的话，不得了，没有给毕哥穿就，哦，你死我的，完全不一样，可是他穿
样就好帅啊，就好帅，真的刚刚好，是这样哈，谢谢大家。他其实有害羞的感觉，算有加分，腼腆又加分了。对，然后因为我觉得其实帅哥美女常常走在路上，其实我们都会就是转头说太帅了吧这样子，但他们都好像没有听见，就像是有时候走在路上，他就说莎莎好漂亮哦，但我都装作没听到。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你们是不是有听到这些关注的声音，但你们都假装不知道而已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这边 WTO 落泪。一集有关于辣妈，嗯，对，然后那天那个制作单位要我们穿的稍微辣一点，所以我、哦、对，哎，然后我裙子也穿的稍微短一点啦，就是内裤长一点啊。然后那天刚好也是波兰人在台湾的圣诞节的活动，然后我记得那一年刚好我妈妈在，然后小时候我妈妈在这边等我，好像也蛮无聊的，她英文中文都不会讲嘛，所以跟老公说就干脆把她跟小孩都带去那个波兰人的活动。还可以在那边穿门子什么的，就认识一些其他人，可能比较有趣一点。那他们先走了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我录完影再过去。然后那个活动是在西门町那边，周末的时候人非常的多。那我在这边就是那个造型啊，就是浓妆啊，然后那个裙子是比较短，然后鞋子穿高跟鞋，然后从那个剪映站走出来，我就说大家好像都在看着我，然后就说算了，反正这个造型一定就会很多人都去看嘛，然后就往前走啊，就突然就累。有了一个男生在我旁边，然后开始跟我搭讪啊，就开始问我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我就很烦，我时间已经很赶了，穿高跟鞋很难走路。我跟他说我已经结婚了，有两个小孩，然后我以为这样子就会结束，结果没有，他就继续跟我讲啊，还跟我说 Do you want to be my girlfriend？ 就这样子就金发辣妹。对，所以他就看到他了，就穷追不舍。是 Emma， 你那天走在西门町是这样子。状况我能体谅到 ，OK， 好，没关系，你能体谅就好了。我最近去泰国的时候，我是跟我父母去，然后我妈妈跟我一起在沙滩坐下聊天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好像是俄罗斯男生之类，他来，然后就跟我说他想要认识你，认识我，然后一直。走不开，然后我一直说不要不要，我跟家人在一起，我不要认识谁，然后他终于就走了。可是我觉得我妈妈跟我觉得都真的很傻眼，他怎么可以在妈妈的面前打伞女儿？对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可是后来我想一想，就觉得说不定是因为我妈妈看起来比较年轻嘛，她的年龄看不出来，所以这个人可能以为她对我们是姐妹还是怎么样，才会来打伞我。然后刚刚小四说我们看起来比较老嘛，这个我觉得是真的，我承认。可是我还是有希望，我有期望，因为我妈妈到某一个年龄再也没有变老，所以我一直我可以给你们看照片。妈妈太羡慕了。而且很有明星的架势，很像电影。对，然后墨镜还要放这里，然后他，而且你妈拍这张，她是全裸吗？妈妈穿平口洋装，穿衣服。喜欢穿那种 off the shoulder 哦，露肩膀的，因为这个也是在泰国拍的。好美哦！哎，那关注你妈妈大概几岁？几字头就好了。她，我是会讲，她是31岁的时候生我。停止生长了，哎，怎么那么强？而且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像西方人，他们很容易老，就老在眼睛这边，很多这里。你妈她很认真保养，而且她妈很会化妆，太有说服力了。真的 ，OK， 所以他们虽然是老起来等，但就是会停在那。对对对对对，应该会停住吧？会停住，我也是。OK， 好的。对，那你应该也常常一定很多。还好，可是我记得有一次在中国的时候，大家也都对我很兴趣，他们可以一直看我，所以还会过来跟我聊天，然后一边聊天的时候可以摸我的手。啊！所以你们聊天都可以
以摸你的手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哦，不可以，哦，不可以。为什么要摸你的手？可是他看过我的毛毛，哦，可能觉得哇塞，你的毛是金色的，好酷哦！毛毛是要摸，好花，所以我觉得好结巴，什么意思 ？B 哥，你想示范一下吗？你是想做太远？快点，那个呜哇呜哇的声音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对，这样子是性骚扰了，性骚扰，真的，因为其实我刚刚。站在那个贝娜的后面，我看她的头像说太美了，站起来看一下，可以站起来借我们看一下吗？什么意思 ？Oh my god！ 你看，而且她是穿平底的，怎么呢？对，怎么这么过分呢？这我好像也会有点想摸，哎，我也想摸，可以可以，哎，好像哎，继续写，哎。所以他们就会边摸说好滑哦，这样子嘛。他们当时哇，真的好特别。那你们会不会看到我们也会很想摸？对啊，摸一下，你摸摸看，你们应该很想摸我们吧？哎，你看我来嘿嘿叫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有，可是我有小小的，好滑哦！你试试看，想试试看。好。对不对？那个触感跟我们不太一样耶。我觉得我可以随便摸你的头发吗？好，我发质好好哦，很小 baby 的头发哎，好香哎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这个很滑哎，然后又很近很多哎，你们干嘛这样子啊？我搞的狮子，搞狮子，搞狮子。那个我在那个弯路上当红绿灯的时候，红绿灯，红绿灯当红绿灯的时候，是马路不是网路。那个一个波兰裔的小姐听那个来听我的旁边，然后一直看，然后突然说，然后我说我很可怕，所以我马上跟她说，哎。变调的泰拳，泰国人打得火热。马哥，是你扣子是不是太紧？脖子会不舒服。我帮你。我们称兄道弟吗？想和我们分享故事吗 ？WTO 姐妹会在找你们。只要你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，赶紧拨打报名专线02-2650-6340。的小姐听那个来听我的旁边，然后一直看，然后突然说可以，然后可以，对，可以是什么？但是他的眼睛很认真，然后一直说可以，然后我说很酷，后来他是什么？然后不是那个林桑贝露，如果林桑贝露的话，你大概了解是什么内容，但是一个一般的女生跟我讲可以，然后我说我很可怕。所以我马上跟他说，哎，谢谢，我不可以。然后应该是绿灯的，他说可以走的。你干嘛打枪人家？什么？为什么拒绝他？对啊。我现在我想知道他说的可以是什么意思，但是那些我太惊讶了。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说哦，这个我可以。对对，就是我可以带你回家的意思。对，是吗？对。我也有，我也有。你也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我也有被搭上过了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是问你路吧。那个有一次啊，我的从日本。朋友来往的，然后我带他过去西门町玩逛街的，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国际上，有一国际上突然跟我搭上我，然后他说，他说我要拍，你是不是编的？所以你一直在想台词，他在写，没有真的真的，他问我了，他问我，他说我要拍那个广告了，所以可不可以问我的朋友，那个可以拍吗？拍广告，所以他是要拍你朋友吧？对，他想要拍我的朋友，然后他说我想，他说他想要日本人的，因为是要拍广告了，所以我说我也是日本人啊，那用我就好了。
那他那个偶像是大笑说，哎、欸，你不是日本人，你是西门町卖靴子的台湾人的。之后怎么样讲也是他不相信我是日本人。田中，你这一段故事不适合放在这里。海外可能也蛮吃得开的、啊，你说哪里啊？真的，因为我真的我有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，意大利哦，你说意大世界，高雄那个我也去过，但我人生就是第一次去意大利，好兴奋啊！然后意大利那个不是都石头路吗？对，然后我就提着我当时的行李箱，就啊怎么这么难走，这样的时候，然后第一次去那边看风景，不夸张。开始有男生要过来帮我提行李，然后就哎、欸，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说可能要帮忙什么，然后帮抢着帮我提哦。后来我真的我回去分享都说他们是要偷我的行李箱。是啊，这样才知道吗？好像有点走太快了。可能也不是偷的，但是他们后他们到饭店的时候会收钱。啊，对，不是偷的，就是收钱。我想跟凡人区的这些同学说一下，我们这一段是被大家关注、喜爱的眼神的故事才可以拿出来。有一次我去百货公司，在台北，然后那一天穿得很不怎么样，很随便，就一个 T 恤，然后短裤那种，对，很随便。然后我随便进去那个百货公司，因为我要光买新的眼镜。嗯。然后我就走那个手扶梯往上，然后站在那边，我就放空嘛，没事。然后突然听到，哎，那个是比利时那个帅哥，然后我这样看，然后是一群妈妈在那边很心痛，那个比利时帅哥，很大声，很多个妈妈在那，哎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就然后别的妈妈不是他名字不重要，很帅，比利时帅哥，我就一直往上，然后他们刚好也往下，然后所以他们的声音就这样，然后他们的声音一直那个。在百货公司里面环绕着，全部的人都听到。比利时帅哥哥这样，我觉得好像电影的画面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叫上去。对，可是这样我也有啊，我在路上也常常听到。你是叫声音的那个吗？不是啦，他说小师快走。没有，真的在路上真的常常听到小师。进来，小师。小师，好好笑，好好笑。常常很多人叫我啦。叫你消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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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来啊，小师哦，小师进来，这样子。那是那个小吃部在外面在叫招呼客，不是小吃哦，小吃啊，小吃进来啊，发音有点像啊，对的。因为我就是很开心在路上走路，那你有点感觉，有点感觉，有些人盯着你，但是。你不知道就是开心，或者他们走过你身边会再回头这样看你一眼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都有感觉吧？对，可是我就是看过去，然后有些人他们就是马上转走，然后有点害羞的感觉，所以很多就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不是一定知道他们有盯着我，可是我有点感觉，因为他们马上转头，所以会不会有女生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直看着你这样子？有吗？不是啊，那个很可怕。如果你一直盯着你，你现在没有看到吗？一直盯着你。好的。或是下面还没有关好，裤子拉链。不是啦。不是哈，他们就看着你的脸。但如果我们家一直盯着你们看，你们会介意吗？是的，好哦。对啊。真的不舒服啊。你不觉得很想盯着他们看吗？你是很不小心啊。对，我就是很想看清楚他到底眼睛啊，讲话的嘴巴，就觉得每个都好迷人。就如果真的很迷人，他其实啊，我觉得我也有哎，被又有什么一直盯着你，也有什么？不是啦，被那个搭讪的经验，真的从小到大困扰啦，对，太困扰。你帮我们讲。一点点小故事好，一点点哈，我们听听。从我国中到高中那一段路哈，那一段时间都是大大小小都有，不管学弟或者是学长，都有就是情书嘛，对，情书也有，就是告白也有，真的是超多的。然后那个还有老
老师，学校的老师。老师喜欢你？真的。哎，这个我要抓，你说谎了吧？不是，是真的。然后那个老师是在教泰拳。然后他应该是想打爆你吧？每次我们去上泰拳，你知道吗？都是不是泰拳要有就是动作给你们看吗？对。他都是小师你出来，就是对。每一次都就是打你啊！你要不要出来往脸打？记得哈，我这真的每次是因为我要吃饭，我要吃饭，对我要吃饭哦，因为我这样子不好。那毕哥跟你吃饭，我吗？哥哥你做，你还挑啊？现在要聊什么？聊什么？帅哥美女啊！帅哥，你是来买菜的吗？你也不穿鞋？不是，泰拳没有穿鞋子。哦，好。所以你要挑那个最近好了，马哥斯是不是？对，其实你最近的是毕哥哎，没有，你打不赢他了。马哥，我怕太，你要另外一个。对，马弟，每次都叫我站出来哈，小师出来哈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马哥斯，你扣子是不是太紧？脖子会不舒服。我帮你。因为打泰拳啊，打泰拳动作很棒，怕爆掉。我们安全措施，安全措施，安全，安全。要不要晒？等一下哈，好，老师就会这样。为什么说搭讪？所以你是老师，他是小师。对，我是老师。哦 ，OK。他不会真的打，他就会，就会用，哎，要这样哦，然后，哎，就这样，然后就，就是，然后我就要躲嘛，我就要躲嘛，对，老师就这样。脚嘛。对，可是今天如果老师长得跟他一样，我就会哦。哦，真的是没有老师打了，就是就是他没有真的打，没有他没有真的打，他是他就是有对对，好了，不要再聊了，可以回座了。随着你打的拳数，那个通告费也降低了。那你后来为什么没有选择那个老师？没有。没有选择老师，因为他是泰拳的，所以他的鼻子都没了。啊？对，就是被打歪了。对，歪掉了。受伤了。那个可以整形啊。可是我不要。你还挑啊？不是，如果说吵架了，他打我怎么办？哦。但是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老师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老师。对，我同学的爸爸。喜欢同学的爸爸，这个你要讲吗？真的，他长得很帅，他长得跟大哥一样，三号。哦，真的，三号大哥是要处理一些事情。同学如果知道你喜欢他爸爸的话，我有跟他讲，然后我哦，你又当我妈妈哦，他讲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因为像我这个很你们那边碗好大哦，对啊，你们泰国碗好大哦，对，因为我现在其实年纪已经超过三十多了，所以我觉得大概十几年前，快二十年前我学生的时候，我觉得蛮帅。有照片吗？没有。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就好了，就因为我现在有点发胖，但是以前比较瘦，然后比较运动的那种，比较健康的。以前比较像阿姨。对，我之前有还有六块肌啊那些。那你现在几块肌？现在一个五块。没有，因为我把我的安全，为了我的安全，我六块肌放在韩国。对，我怕，就我以前比较 OK， 但是有一个缺点，每一个朋友都说啊，你真的很帅，但是有个缺点。什么？身高。不是，你站起来嘛，哥。他们就先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没有，站起来了。对，你站起来了。你站起来了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站起来了，好伤心啊。对，差不多了，不用 Q 了。所以他们说啊，如果你超过180以上的话，你真的很 OK。对，在韩国男生压力很大。所以我最近我的市场改到泰国，因为泰国我还是蛮受欢迎的。最夸张的时候是我上次坐飞机从台湾飞机坐到泰国的时候，我坐那个门海关出来就是门开的时候，哇，好多粉丝在那边，然后跟着我。美到让人晕头，武装警察先亮货。你有很多警察拿着很大的枪的警察，然后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，就是一直在看着我们这样。结果乙哥又跌倒，然后我们当下觉得很好笑，这种感觉是很可怕，因为他一站起来就开始。
市场改到泰国，因为泰国我还是蛮受欢迎的。真的、哦？不要说你，我在泰国也很受欢迎。对，讲一下，讲一下，讲一下。我只要去夜店啊，然后我屁股被摸不停哎，然后我要挤到那个吧台去那个买酒的时候，都会被偷情哎。女生，真的被女生偷亲哦。对啊，真的被偷亲就直接亲。所以哈尼，你也是这样子的待遇吗？我也有，但是我最夸张的时候是我上次坐飞机从台湾飞机坐到泰国的时候，我坐那个门海关出来就是门开的时候，哇。好多粉丝在那边，这个就夸张了。粉丝，然后我那时候我的头发是一个红色，然后我戴口罩，戴太阳眼镜，然后我那个弟弟，因为那时候我们的行李比较多，我弟弟帮我付那个行李，拿行李你就帅帅走出去这样，帅帅走出去，然后在我说，然后跟着我，然后我们觉得哦怎么了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跑了，然后他们以为都是我们是明星，都跟着我们。然后我们那天刚好叫我们要去帕泰啊，所以我们叫了一台比较大的车子，然后我们直接坐，他们觉得我们是明星，都一直在我们车子上面一直拍拍拍。追车，对，然后那个司机跟我们说，哎，还有 famous， 我说 no， 我不是。但是我们后来那天发现，那天同一班机有一个韩星。那韩星出来应该很伤心嘛？没错，你干嘛这样骗人啊？就不想破坏他们的幻想，所以我就带他。但我相信哈尼之前应该更帅，因为他以前是练习生。他以前还蛮帅。对啊，我也可以讲吗？我也可以讲。来哦，谢谢哦，三号哥哥。你想上厕所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你去，你去。我也是年轻的时候还不错了。你，所以你也要讲搭讪的故事。有照片？差不多，没有照片。想一下，就是我在日本的时候啊，我跟朋友去吃饭的时候，餐桌上有一个游戏，那个我们是平常是大概15个人去吃饭的，然后先要找一个可爱的服务生，然后找到可爱的服务生之后，是我们先那个筷子的保障之上面。自己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大家一起给他，给服务生，对，给服务生，然后要看之后他想要跟哪一个人当朋友的。打给谁？所以你有被打那通电话吗？对，几乎都是我接到电话的。哇！我知道了，有打，一定是你的朋友都嫌你的电话。没有，我觉得被你骂了啦。有打回去吗？有打过？今天是欺负我的一姐。没有啦，我希望大家以后讲说我以前多帅多漂亮的话，可以拿出一些照片，可以吗？我也要补充我在日本的故事。我们大家其实没有没有做过，我可以后补照片。我是真的，我去年去冲绳玩，然后呢，我就在那个冲绳的海边拍比基尼照，跟我的好朋友瑶瑶哦，身材也很好的瑶瑶。那个我有看。然后呢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就是日本的混血帅哥，他是美日混血。哇，那你很帅哦。然后六块肌，就是好像是那边的那个救生员这样。哇，对，他就昏倒，我们在那边自拍自拍，就说那什么又很凶。没有，就是口哨用很凶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就一直问我们说要帮忙吗？帮你们拍吗？然后就一直过来找我跟瑶瑶，而且我跟瑶瑶后来他是选择要我的 LINE。哇！哎，你知道，因为日本人很重礼貌，所以他会先跟他朋友要 LINE， 他其实是希望我跟瑶瑶出来吗？所以也是跟你联络的。他要我，他要我啦，不是我的朋友。日本人都这样吗？那大家都有搭讪经验，那 B 哥你有要补充吗？有啊，我也有。我要讲一下啊，你也有。你们讲，我要讲一下，我真的是被真心的故事哦，被一个几年前，前一阵子而已，被一个辣妹，然后盯着我的眼睛，然后看我的脸，然后一直跟我讲话，讲了半个多小时。讲什么？他说我最近运开始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都在开玩笑，跟你讲一些，就是你们会被羡慕什么的。但是说真的，你们有没有因为自己长得真的跟别人比较不一样，特别优秀，所以造成一些困扰呢？一到亚洲就会有很多人注意到
然后我觉得很奇怪，尤其是以前我在大陆的时候，哇，超级多人，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到有一点危险的地步。危险？对，因为有一次我在过马路的时候，在那边开车的一个人，他发现我是外国人的时候，他就这样一直看着我，然后他忘记刹车，然后我在过马路，他差一点撞到我，他就。我觉得很可怕，这个太卡通了，这故事每到忘记真的太好痛哦，它有到大概这个距离，这个很近，因为那时候在我是住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嘛，只有三个西方人，然后其他两个是两个英国帅哥，真的很帅，然后有一次我跟他们两个去重庆旁边比较大的城市，然后那时候是在重庆有很多警察拿着很大的枪的警察，然后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一直在看着我们这样，结果一个又跌倒，然后我们当下觉得很好笑，然后为什么又看着我们，这种感觉很可怕，因为他一站起来就开始仙界的烦恼，乌克兰人致命吸引力，那个小孩子很可爱，所以我就跟他玩，那个爸爸一直对我笑，可是那个爸爸有他太太他们一起，他说你要跟我，我就在旁边。你是住在台湾的外国人吗？只要你敢说敢秀敢爆料，诚挚邀请你加入 WTO 姐妹会，赶紧拨打报名专线02-2650-6340。拿着很大的枪的警察，然后他们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一直在看着我们这样，结果一个又跌倒，然后我们当下觉得很好笑，然后为什么又看着我们，这种感觉可是很可怕，因为他一站起来就开始对我们很凶，对，很凶，因为他觉得我们不应该笑他，然后叫我们赶快走开，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是他的错吗？他为什么要看到我们，可是又是有一点是我们的错，因为我们长得太好看。真的是哎呀！好的，我在飞机上，我要回乌克兰的时候，我旁边推年新的夫妻带着那个小孩子，那个小孩子很可爱，他说：“哦，姐姐，我跟你一起坐，所以可以。”小孩很小吗？对对，四岁，我觉得大概。所以我就跟他玩，所以那个爸爸一直对我笑。下飞机之后，那个爸爸跟我要 Instagram， 我说好了。可是那个爸爸有他太太，他们一起。所以，然后他说你要跟我一起海归，我说还不信，因为你有小宝贝，所以小国就在旁边，你没到让人夫出轨了，天哪！是台湾人吗？不是，但是杜拜人。哦，那我就放心了，台湾人很好。那因为其实大家生活在台湾嘛，所以你们觉得台湾是一个注重外貌的国家吗？你觉得是？帮我举全部是指叉。我觉得好像一半一半哎，有圈有叉，几乎是一半。是啊，台湾注重外表。是啊，因为台湾人常常这样，帅。对，漂亮。可是这个不是好的意思吗？然后好看跟好有什么关系？就是。帅的不得了啊！什么好的都 OK， 因为第一眼是好看的就先好了。对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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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比利时帅哥可以。好，所以你觉得台湾人就是会注重外表？我觉得奇怪啊，比利时人不会觉得帅是好。真的、哦，你们不就是要看那个人的做什么才会看他这样还是这样？你们就算看到很帅很漂亮，也不会说哎、欸、漂亮很帅，就说你身材好好哦，也不会不会不会不可以，都不会，不可以，很没礼貌。对对对，你们为什么那么吝于称赞？我才比利时18年，22年，然后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路人我好看，只有女朋友会说。真的，我说你有酒窝，好可爱哦。这个可以说，对，可以，可爱，对，那个可以。好，或是你的嘴巴好像很好亲。不要这样子，性骚扰。
好直接啊！台湾女生我不知道，可是台湾男生一定觉得很重要。超级。因为我有些朋友他是老班，然后他要找一个新的秘书。哦。然后有秘书很重要。四个女生有来。他们一直讲哦，我是秘书三年，然后这样的工作，他完全不听，完全不听。他是看哦，这是漂亮吗？他有大奶吗？是这样，他有跟我这样子这样子，他没有完全没有听他们讲什么，所以他只是趁他讲话的时候看他从上看到下这样子。对对。啊，所以你觉得台湾就是注重外表？嗯，对。可是他有老婆，所以我不知道什么。台湾我觉得和那个柔道那个个性还有能力，日本的话比较那个外表比较重要。对对对，因为比如说，哎，来啦，他最喜欢的女团。对对对，那个AKB 或者的，还有那个奈木坂 46，对，他们孟璇不舒服。为什么？孟璇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谢了吗？你怎么了？我觉得他常常用各种主题来讲，对他每个主题都可以拿出奶木板的东西。想介绍，想介绍，对，你可以当，你可以当那个。我可以加入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他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也看起来很日本，要不要去？上空你喜欢，可以吗？所以他是日本人会喜欢的，一定喜欢。你认真？真的。神帅哥真的是喜欢我，那小狮这一款，那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去对吧？小林，你有戴眼镜吗？有很多家长的。注重外表的日本人是如何让人白眼翻到头顶呢？大家好，我是孟璇。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很有用的单词，因为我觉得去意大利要意大利文全部都要学，太难了吧。但是如果你们可以用这些单词，你们一定会很受欢迎，然后大家都会觉得你们很有礼貌。第一个是对不起，对朋友这样的话，你们可以说 scusa， 对陌生人可以说Scusi， 没关系的话是 fa niente， 然后呢，最重要是谢谢 grazie， 最后呢，不客气 prego， scusi， fa niente， grazie， prego， 很简单哦。小林，你有戴眼镜吗？那个搞笑艺人有很多家长的，像这种真的可以，真的真的可以。我去日本的时候，真的觉得还蛮受欢迎的。真的假的？化妆也是，头发也是，衣服也是，都是日本人。我真的都没有夸张，看起来很日本人的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因为你们有点好说，那个模特的感觉，模特的感觉，不是可爱的，漂亮的感觉。你是漂亮的啦，你是漂亮的，不一样，你是演过的，是欧美挂的。对对对，至少是模特嘛，我是搞笑艺人。对，我应该要开心的。搞笑艺人好脏哎。是哦。是啊，要带欢乐给人家。你这句补得真好。好，那在你们国家找工作也会有这样状况吗？也是要看外表吗？帮我举下圈叉牌。会，只有三个叉哎。好像比较不会，我们的宪法就规定，就是不能有外表歧视。其实对，就是就之前有写那个东西，就是在同样的实力状况下，不能用性别、年纪、人种、宗教、国籍、政治观念等等等等等等去歧视别人。那如果他发现说，哦，真的那个被录取的人，就可能他的实力没有他好的话，那肯定真的会被提告。我刚来台湾也被吓到，那个卖啤酒的那种酒醋小姐，真的看不懂，我看不懂，比利时根本没有，所以我看不习惯，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。可是我们找工作那个 CV 上也不可以用有你的那个名词，或是就是叫 blind CV。履历，所以照片可以吗？照片不可以，照片也不可以，照片是第一个不可以的，然后性别也不行，名字也不可以，性别也不可以，不可以啊。
所以连名字都不可以。很多人有做成新的 email， 因为比如说一些阿拉伯人或者华人，他们的 email 里面看得出来他们是国外国人，然后很多老板歧视，然后他们故意做新的 email address， 那个西方人的名字，然后他们比较好找工作。真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国家也是应征的时候不可以有照片，不可以有名字吗？是的话也举手一下。挪威也是，挪威也不行，不然是照片不行，不然不能照片。那意大利可以贴，也可以不用，哦，就都可以。刚讲到那个，就想到美国有一个案例，就是因为有一个黑人啊，就是常常找不到工作，因为他名字是黑人的名字，对，然后有一次他用白人的名字去应征，马上就有工作了。对，因为黑人名字跟白人名字还是有不一样的。对。我觉得外表固然重要，但是我觉得真的希望这个风气可以赶快把它消失掉，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为了外表做很多就是不应该的事情。但是我觉得你因为改变而有自信是 OK 的，但是不要太过头。所以仙界的朋友，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加入你们，好不好？那大家呢一样变漂亮，会有好心情。今天谢谢大家分享，谢谢。